我嫁给我老公，他去取了工作，但这就是长大。蒋小倩，他是我的初恋。初恋就是那种约会天长地久，但等我们长大之后才发现，那是一段不可能成功的历史故事。你现在有点假假的，自以为是大人的样子。为什么要这样子羞辱我们的爱情？东森综合台本周三晚上9点，《大人情歌》。